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品玉。在现在压力这么大的社会中，是不是需要好好舒缓一下身心呢？那现在非常多的游戏大厂推出了像虚拟妹子互动的游戏哦。那像 VR 就有非常多这类型的作品。那现在的 Switch 也不甘示弱了，推出了另类的舒压游戏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活用了 Nintendo Switch 独有 HD 震动功能的忍舒压闪乱神乐，是一款让玩家可以和闪乱神乐系列的角色一同享受吉福之心的作品。本作以爆乳心跳计时为游戏类型，透过 Joy-Con 所搭载的 HD 震动，将体验仿佛感受到对方心跳般令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接触。游戏中能够帮女孩们做局部的按摩疗法，从手到身体，而当气氛高涨后，就能进行极致疗愈的极致舒压，还能够从发型、服装、内衣、饰品中为女孩自由地换上自己中意的打扮。换好后，也能在两人独处的教室里轻松进行亲密接触。游戏已经推出喽，在最近又新增了 DLC 角色两奈，是个有严重被虐嗜好的少女。到底他有多抖 N 呢？就等着玩家们自行好好发掘咯。